早上好啊。看来昨晚睡得不错哇，自动的。没想到闺蜜家起床这么有仪式感，家里的电器仿佛和我一起醒来了。先来杯早起咖啡。昨晚闺蜜给我把家里的三星智能设备都介绍了一遍，趁她现在下班去咯，我一个人来好好体验一下。哇哦，不愧是 Smart TV， 大屏看视频就是爽。哦吼，这么丝滑吗？坐着好像有点累，还是躺着比较舒服。嘿嘿，谢谢你呀 ，Freestyle 投影仪。差不多该开始运动了，量个体重先。在相信健康中，可以直观的看到自己的体重和体脂。不错，开始运动啦。这动作捕捉不就等于去加上私教课吗？对哦，差点忘了，还要开会呢。嘿嘿，通过 Desk 功能，手机连接智能显示器看文件，方便了不止一点点。搞定，终于上会了，赶紧去接闺蜜下班。三星小贝，我要出门啦。